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因为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神的神能，而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而将有宝贵有极大的恩赐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报机啊，你违反罗马帝国的法律，犯了三条叛国罪。第一，你公然违抗君王的命令，不跪拜我的肖像。我这么漂亮，不拜我你拜谁啊？第二，你发动武装起义，本人放火烧罗马城，企图恢复以色列国，你造成生灵涂炭，街坊死得好惨啊。第三，你大肆煽动犹太的民众，要他们加入基督教，就是想去背叛我这个受万人敬仰人见人爱的尼禄王啊。你认不认罪啊？我是信耶稣的，除了我的神，其他的偶像我是不会拜的。但是我没有放火，是你，是尼禄王，你自己要扩建你自己的宫廷，你差派密探四围放火，我去火场是救人啊。是耶稣，是耶稣彰显他的神迹，是保护我们，以致我们不需要被火烧，其他人见到皆相信耶稣是神啊。收声，去到这个关头，死到临头了，你都在要诬蔑我是放火的凶手啊。喂，咁我谂唔使再审落去啦，单单系呢一条诬蔑我嘅罪，已经可以足以判你死刑啦。人呢，同我拖佢出去斩，唔好，都系帮我将佢钉喺佢最中意嘅十字架上面，游街示众，我要等全世界嘅人都知道背叛国家嘅下场啊！李老王，李老王，你这个暴君，你滥杀无辜，你残暴凶人，你杀我一个基督徒，世上还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是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你暴君！哎，等等等等等等，
係喎，你講得好啱喎。哇，點解我諗唔到嘅咧？殺咗你一個基督徒，全國仲有其他基督徒會背叛我嘅噃。咁點好咧？你哋話點好啊？啊，我諗到啦，忍嚟。跟我捉晒全國的基督徒回嚟，我要將他們一個一個咁掛喺十字架上面。誒，都係唔好喎。幫我將他們逐個逐個查滿歷程，我再用火點著他們。哇，一支一支的火炬，幾壯觀啊！想起都有啲興奮嘅，啊！咁你咪可以繼續為你哋所謂嗰個主發光發亮咯，係咪啊？幾榮耀啊！喂，快多謝我啦，多謝我啦！大個女，起頭先真係好驚險，出邊全部都係嗰啲兵丁，連啲平民都唔放我哋，要交俾官府喎。彼得，我同你都餓啦，我去準備啲嘢食先。我真係冇諗過，我哋只不過喺大火裏面去救人，但就蒙面我哋，話我哋起革命，放火燒咗整個城，布基亞佢。佢俾邊打？被活活燒死過，應該係我，係我帶住大家去救人噶。彼得，你唔好咁講。嗰個尼禄王殘暴不仁，獨裁又獨裁，仲要喺度濫殺無辜。我都好希望嗰啲咧革命黨咧可以推翻呢個王啊！巴可，你係我屬靈兒子。連你都不明白，我成日教你，是因為主的緣故，要順從一切人的制度嘛，同埋係咪要順從自己在上的君王呢？係咪？冇錯，重點是要行善、敬畏神、作好神的仆人。邊個？馬可，彼得，你喺裏邊啊？你係邊個？馬可，聽起嚟好似西拉。是啊，我西拉啊，快啲，快啲开门！好，入嚟先。西拉，太好啦！我啱啱探访完小亚细亚嗰啲信徒翻嚟，周围揾你哋揾唔到，终于俾我揾到你哋啦！系啊，而家出面风头火势，我哋都系咁换一啲地方去逃避啲追捕啊！布基亚咧，同埋上次大火救翻几个，唔系都系初信嘅咩？佢哋喺边啊？彼得，布基亞同埋嗰啲初信嘅人都俾人處決咗啊！咩話？你六王而家連初信都唔放過啊？主啊，我哋而家剩翻翻死路一條路咋？唔係信你就可以有呢個永恆嘅生命嘅咩？這個永恆嘅國度喺邊啊？而家剩翻翻羅馬帝國。永恒的迫害咋？就系呢咁样永无止境的迫害，好多小亚细亚嘅信徒领袖都话要离开教会啊！唔系嘛？呢啲迫害都未过到啲小亚细亚嘅地区，佢哋咁就俾人吓怕咗啦！佢哋点样讲？佢哋话彼得你唔爱佢哋，又唔明白佢哋嘅艰难，面对罗马政府嘅逼迫，甚至送佢哋去死。甚至咩死嚇？仲有講咗好多好難聽嘅説話，話你係一個衰領袖，話你克制佢，唔俾佢喺羅馬人嘅偶像面前跪拜，亦都唔俾佢喺呢個羅馬廟面前去做交際、做買賣，搞到你冇飯食、餓死，即係過分啊！佢哋唔知道彼得每日係點樣同我哋禱告嘅咩？仲要派人去關愛佢哋呢啲。這些不是愛嗎？
就是咯，彼得已经冒着生命危险走遍各城各方去传福音，用相信他们，还将羊交给他们，他们现在说要离开教会，还要离弃埋一些羊。彼得，他们这么叛逆，反面不认人，我们就任凭他们吗？不可以放弃他们，不可以放弃牧养他们。当初主耶稣他被捉的时候，我都曾经因为怕死怕被捉，我三次不认主，但主耶稣都没有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我记得主他特登在海边显现的时候，他来找我，他知道我为了生存离弃他，想回去打鱼。但是主耶稣来找我，他用爱来安慰我，肯定我，用他的荣耀，用他的美德来呼召我，拣选我，还将他的羊交托给我。彼得，世奶，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挽回他们，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大火中抢救人性命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生命如果没有耶稣，做什么都做不到，一无所有。那我们可以怎么做？要让他们明白，牧养主的羊是神对他们的恩召和拣选，要鼓励他们，就算面对火的试验都要坚定不移跟随神。世奶，你说我预备纸和笔，我要写信给我的弟兄。好好，那我要斟杯水给你们喝先。马可，你坐下，你跟我一起写这封信。我西拉一个就可以啦，佢文笔咁好，一向都由佢执笔噶。马可，系时候你要好似我一样起嚟承担，起嚟牧养啦。我在世嘅日子可能唔多噶啦，我随时好似其他门徒咁噶啦。冇，冇。你唔好死，唔好死！可以，你仲记唔记得亚各、腓力、安德烈、马太佢哋嘅结局？佢哋都系为主而受死。佢哋唔系死咗，佢哋只不过喺地上面碎了。他们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已经得着荣耀的冠冕，所以我们要坚守真道，起来牧养。因为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和他一起得着永不衰残的冠冕。 Amen。